这边这吼，这吼，啊，这是这，啊出，哎，对。那个灰山翠叶，哎，灰山翠叶楼，翠叶楼，翠叶楼哈，啊，头前在边啊嘛吼，哎，咱做村啊对吼，啊，在演，啊，这都有对头听，看啦，啊，一只演啦吼，一只演的。啊，这个吴明川哈，率领这钢烟队吼到台江，去演讲的，吴明川这个人，足善的吼，这。这文化协会文化书局，就是讲蒋渭水所创办的文化书局。文化书局有伫这台湾民国内底有广告出来啦，讲哦，像卖什么册哦，偌济钱哦，啊，这广告诶。这文化协会诶，一心会，那都有一心会歌嘛吼，出袂错。迄个是这个林献堂的囝啦，林盼良，大囝林盼良，林盼良先生所成立的一心会，这第四年啊啦，第四年。所以应该1932啦吼，三三开始成立啦吼，成立这是四年啊，而且一心会，一心会意思讲要一心呐，啊，日日新啊，就意思讲咱要对时代对也对啦，所以新的知识啊，新的想法一定要有啦，足进步的，啊，伊内底生活内底唔呐查甫的，有查甫的吼，女性来参加，啊，所以有人讲林盼良足进步啦。追求女性哈的地位哈，女男平等的。啊，这个文化也会应用，咱开始看。这1934年，乡土风文团对日本党，这最出名的就杨条家清水的帮助，杨条家邀请伊等哈，杨条家这哦，啊，邀请等也是，你来看，这叫做高祖碧哦，高慈美，哦，后来的时代音乐系。来驾车哦，高成足水啊，高慈美吼，这美人哦，迄当时上迄个日本的吼杂志封面啊，杂志封面哦，做封面女郎吼，杂志封面，台湾人唯一一个送进啊上迄个杂志封面的高慈美，当然这是台南的望族，就高志明啊，高志明高家吼，高家是长老教会家庭，所以唔是出读书，哎，出这个医生。他就出传教书了，啊，高师妹去遐谈哦，还有银行董李超人啊，就出名了哈，这李超人，哦，这甘文亚应该这是吧？当时的甘文亚应该甘文亚，伊当时就出名的一个啊作曲家哈，啊，乡土台湾东乡会啊，乡土访问团，这是台湾巡回演表演这杨条家1934年，这当然是文化协会应用了，因为杨条家本来就文化协会人，啊，这人做少年的，来等。哦，这个，这是甘文亚，甘文亚就是这啦，特别翕的相哦，拢是唔是歪歪就靠近啊，不要反，就伊做迄个反叛性的人啦，反叛性的人，啊，这啊甘文亚。这一边1934年当然是啊，作为翕的一张相片。啊，这也是飞，伊当时有飞机吼，是20年代诶，20世纪内底的代志啦吼。啊，所以迄当时台湾人的小张也去学赛飞机啦。啊，杨清溪也要赛飞机，所以杨条家就拜托讲，一旦台湾巡回吼，伫迄个空中吼来赛一遍啦，啊，分传单啦。哦，啊，表示讲，哎，是会当欢迎伊，啊，结果无想讲，等下要飞第二遍就死啊，吼，连累。哦，这个，哦，1934年，就表示讲台湾人起来时哦，迄东西足新的物啊啦，就有人去学啊啦，去学赛飞机的。文化也会应用，这是连锁件，这到农民运动啦，因为文化也会伫1925年以后，实际上足侪人。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进入的文化协会，因为感觉讲农民互人剥削无公平，啊，所以应该追求农民的权利，所以组成农民组合去抗争迄当时的糖厂、糖厂啦，哈，糖厂，因为糖厂是把蔗农进的甘蔗，一定要有糖厂来帮了的时，要有糖厂去卖，所以介绍无是今年一种偌济分地偌济价。拢是糖厂来决定，啊，所以是也无公平，所以二年蔗农事件就先发生嘞。啊，这二年蔗农事件会讲会审判了，啊，台湾民众党才会讲，
文化协会在1927年时发生分裂，因为左派人士到1925年、1926年，足济人进入文化协会，所以文化协会内底成员，唔然右派，也有左派，唔然有拢自由主义、无是民族主义的人，以后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人，啊，所以意见袂合。到1927年1月7日的时候分裂，啊，所以林献堂、蔡培慧啦、杨调这等人拢退出文化协会，啊，后来蒋渭水也退出。退出是伊伫1927年另外组织台湾民主党啊，台湾民主党就是追求全台湾诶经济、社会、政治诶公平待遇，以及台湾人的权益，但是最上重要诶党纲就是这三条啦，才有效，这三条上重要。台湾民主党啊，台湾民主党伊也哪样啊？实在是伊对迄东西，江南运动伊也开始关心啦。1927年有迄个麦江会来成立哦，啊来看1928年，台湾民众党就成立台湾工友总联盟。台湾工友总联盟讲，工人在作业，有麦工啦，有机械工啦，有土木工啦，啊袂讲有迄个水工啦，足侪工，足侪工人，足侪无相关工人，我拢有一个工会，甲这无相关工会来作业，变成一个工友总联盟，这是迄种足进步想法啦，因为。在1925年，台湾开始农民运动、工人运动产生以后，大部分是和社会主义的左派所把握掉的。但是林献堂，但是蒋渭水本人，伊就感觉讲这足重要。如果讲和完全和这左派，是实在引导日本相当的困难。咱应该抢这方面的资源，作为反对日本的力量。哎，所以台湾工友总人民成立，就是讲应该要联合工人和这个农民，这个。下阶层的人来结合了，做一全面的一个运动，才有可能引导日本啊！这些东西相当进步啦。意思是讲，本来是台湾文化协会是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以前拢无想这啦，但想文化启蒙了啊！1927年了，开始讲引文化启蒙，安怎启蒙？日本也袂倒啦，台湾人地位也袂退转啦。啊，只要台湾议会设置运动，安怎要求日本按照台湾议会也无可能完成啦。啊，不如应该用农民艰难力量，迄东西上一阶层的唤醒因的自觉，结合了来引导日本的是可能有些力量、社会力量的。啊，所以到后来台湾民众拢是安尼开始慢慢愈来愈做，就含迄东西是诶世界输掉有关的，含蒋渭水也想讲用这方式，他可能引导日本啊结合台湾的力量有关的。啊！台湾工友工人们1929年来代表大会，有无？同胞输关键啦，团结真有力啊！这就是当时蒋渭水特别讲的啦，特别讲的。后来伊死了的时，伊的同事，当民众党的同事啊，出山的时啊，用一句话啦。后来纪念蒋渭水纪念会，拢用一句话，他到底啊啦，一定下底啊，啊，表示讲迄是蒋渭水上重要精神啦。有种台湾人爱团结啦，无团结袂使啦。咱只要特别爱讲，爱团结啦，无团结台湾人，散散说的是台湾无前途啦，啊，实在是过去就发到即马啦。台湾民众党，迄当时伊即种为水，即种为水，即边啊是阿丁吼，就是伊的情人吼，或者讲伊第二个太太啦，伊本来王菲。啊，完配了，伊个第二个太太，啊，即蒋渭水。所以早期咱来看是，毋是穿少年时代拢穿学生衫，啊，无拢穿西装，啊，后来毋是啊，拢穿一种个台湾衫吼，长衫啊，即长衫，表示讲蒋渭水思想内底伊无屈服个所在。啊，即张内底就讲蒋渭水一生内底可能四五遍拢互日本掠去关啦。1923年自警事件，啊，后来。1927年以后，每一次变反对日本活动时，伊拢还拘留啦，啊，拘留了放出来啦，啊，这当然，这1927年还拘留的所在的纪念，这也相当啦。1929年，啊，因为民进党民众党想要反这三角研究时，啊，这个相当1929年第三次川岛动员大会。在1931年是最后一遍，但民众党第四遍的全岛的会议啦。这全岛会议是日本哦下边联动啊禁止因的这个民众党活动。